了亲人的身影，留下了一腔豪情。为了白发老人陈年夕阳无限好，情会永在我心中照。胸中燃烧，笑看祖国繁星茂，黑恶毒枭一一尽扫，我当警察我自豪。血染风采的钢铁汉，一人刀下万重鞍，生命的光腾烈焰，豪气长存。让他变成我们的人，不是更好吗？嗯，我还以为上次送货您是故意让他去送死呢，原来您早就做了两手准备啊。不过，王小坚跟洛贝的关系可不一般呢，想把他挖过来，我看没那么简单。是啊，看来洛贝是唯一的长。戴哥。我看这样，我直接把洛威干掉得了。不要总想着除掉他们，让他们变成我们的人，听我们的使唤，不是更好吗？嗯。不是来应灵的呀。会是谁？是蝮蛇的，郑队，看来这个匿名电话是蝮蛇打的。蝮蛇是戴英灵的心腹，说明这是戴英灵指示的。上次这个药，你已经吃了很多了，吃得这么快吗？这个药啊，不能吃那么多。毒品发作起来，不吃药，当然说话。舒服点了？哦，对了，有一件非常好的消息得告诉你。王新建已经初步得到了贩毒集团的信任。真的？终于有行进的消息了，我之前可担心死他了。可是，这个贩毒集团内部非常复杂，王新建的人身安全不容乐观。那我能做点什么吗？振宇，我在考虑你是不是能够打入贩毒集团做王新建的助手。那太好了，什么时候？包间。没发现有人在跟踪我。确实没有，我已经让一个兄弟在门口等着了。如果有戴英灵的人跟踪我们，他会马上告诉我。那就行。哎，坤哥查怎么样了？我们正在查。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你上次交易举报你的人是蝮蛇。蝮蛇？那肯定是戴英灵指使的。新建，你这次卧底跟前几次不一样，你遇到的人更加凶险毒辣，所以我考虑了半天，我觉得应该给你好好的派一个助手，帮助你一下。谁啊？金正宇，
你上次不是说过，做你的线人，他是最合适的人选吗？不行，为什么？那参加这个任务，是为了帮他减刑的。现在让他做卧底，那不是更危险？那还不如让他回金融接受改造呢。风险肯定是有的，他一直想做一个重大的立功表现，这次也是个非常好的机会。再说了，他本人非常愿意。方总，能再我想想吗？好，我让你想想。 哎，对了，我现在一出工厂，是不是就能监控到我呀？是的。那咱们现在约几个暗号呗。好。如果我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要去做毒品交易；如果我去见宽哥和戴银铃，就做这个动作。要是没什么情况的话呢，我就什么都不做了。我记住了。哎，这游戏怎么打？这游戏不适合你，你还是回歇着吧。<笑> 那你呢？我，打会儿游戏呗。走，拜拜。我到底该不该让你来？坤哥的真实身份我们已经查到了，他的原名叫文知己。 他的曾用名叫文坤，是一个著名的文物收藏家和文物鉴定家。他用低价买进一些文物，然后再谎称是自己收藏多年的文物，再通过他的手下，比方说戴英灵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中间人，把这些古董送到拍卖行去，用毒品的赃款以高价的形式再把它拍卖下来，这样他就可以把这些钱合法化。100万买一件古董。 再以1000万卖出去，这样900万就洗白了呀。嗯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张青，嗯，严格监控这个文知己在拍卖会上的情况，嗯，以及他的资金的流向，挖出他进行毒品交易的线索。是，雷局。小金，啊，小伟啊，哎，再一个就是你大生意，那你去办。多大的生意？ 10公斤冰，这么多，买家谁啊？范三是向阿达介绍的，几个外地买家，要货要的很急，明天一大早就交货。第一次交易就出这么多货，这风险是不是有点大？这可不像戴哥做事的风格。所以戴哥让我们多去见，你我还有阿达，到时候咱们去见。范三。 他说中间人吗？范三，给点介绍费就完了。范哥，小野，能见个面行吗？还是上家那个 KTV。 什么事儿啊？你得多久能过来？快点吧。行。有情况，快走。 王小坚他是阿达的人啊！三哥，副驾驶那谁啊？没见过。郑队，好奇怪啊，后面那辆车好像也在跟着王行健。 是金正宇，真的是金正宇，他怎么跑到这儿来？怎么没跟我们说过呢？跟上去。
会是想给王小贱发信息吧？怎么会呢？别怪哥哥多心，等这事儿完了，手机再给你。不至于，范哥。郑宇，王小贱现在是阿达的人，你们俩不是一路人，我们俩才是兄弟啊！把这事办好了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。加速！停车！红灯！红灯！郑队，这怎么办呀？别着急，白伟，赶紧在监控室查一下两辆车，我们在春云路附近。车在这儿，车里好像没人，应该是在里面交易。跟我来。我想做点无本的买卖，把枪拿出来，把门放到地下。快撤呀！拿出来！把枪放下！跪下！跪下！三位兄弟，对不住了啊！等等，三位大哥是求财的吧？废话，那兄弟我给你指条路，或许能让你弄到更多的钱。说说看，不如你给我们老大打个电话，让他用钱赎我们三个人的命。绑架这活儿，老子可没干。这位大哥，你可以把我们三个绑到车里边，然后等我们老大把钱汇到你的账户里，钱一到账，你就可以撤了。等我们老大找到我们的时候，你们早就跑得没影了。看来你挺专业的，说说。你们值多少钱？我们三个都是我们老大的得力手下，少说每个人也值个一两百。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的？这个好说，我现在就给我老大打电话。走。
我们知道了，上。 范桑带我来的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任务没完成之前，我的身份不能暴露。莫行健，他会不会有危险？ 是你？这位兄弟是？啊，这是金正宇，正宇，这也是何哥。何哥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这小子怎么处理？胆子不小啊！啊？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没人指使我，老子笑死我兄弟的人。 有国企，那两个人呢？在那边都处理掉了。干得好，小健。嗨，不是我干的，是郑宇。要不是他，这小命早就没了。上没事吧？小意思。兄弟，身手不错呀。哼，我读过警校。 吸毒、赌博，被开除了。不，哼，怪不得。周宇，现在可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在这儿了吗？跟我走。 别开枪，别开枪，是我，大哥。哎，大哥，别杀我，别杀我，大哥。大哥，今天的事儿你……哎，我明白，我绝不敢说出去。如果我说出去，我开车自己沉水库。我发誓，我发誓。滚！师哥，那我也走了。哎，张宇，上我的车，从今天起啊。 你是我们的人了，啊！谢谢申哥。周宇，咱们哥俩又能一块挣钱了。上车！快上车，追！好。
郑宇，改天我白娟好好请请你啊。好，那我等飞哥电话。好。喂，队长，我有重要的事向你汇报。你都知道了。陈宇，上车，上车。原来是这样，阴差阳错。幸好结果还不错。这样的话，你必须马上打入反斗集团。陈宇啊，这个任务很危险，你得做好心理准备。越是危险，我越得赶紧过去。我真担心邢剑一个人很难周旋。小剑，哎，坤哥是很少叫别人到家里来的，更别说欣赏他的这些宝贝。谢谢坤哥。小剑，我应该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不但被抢走了10公斤的货，而且还要损失两个得力的干将。哎，我听说你的一个朋友叫金征宇，也帮了很大的忙，是吗？是，多亏了小剑和他那位朋友，要不然我和阿达都没命了。这征宇啊，简直是天降福星。那就把他收了，做你的帮手。哎，坤哥，我是自己还是小弟呢？哪有资格受别人做小弟？在我的心里，你的地位早已经超过他了。就这么定了，啊！谢谢坤哥。好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大家同心协力啊，帮我在这里多添几件珍品。坤哥，那你也帮我介绍介绍，这些都是什么宝贝啊？好啊，这个是乾隆青花禅之脸6方挂的瓶。好，这瓶子得值个100-200万吧？至少翻10倍以上。这么贵？我看上的东西，再贵也得拿下。那我得拍个照留念一下。哎，对了，坤哥的这些宝贝。谢谢坤哥。啊。文采受评怎么样？碰到对手了。老师还加吗？加。这位先生，2200万，2200万一次。这位女士，3000万，3000万第一次。算了吧。啊，小健，我接着给你介绍啊。坤哥，您也先忙您的，等您得空了，我再来打扰您。那也好，坤哥。我们先走了。好，胡蛇，你送送小剑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如果货顺利出手，今天的文采受评我就拿到手了。对不起，坤哥，都是我办事不力，最近利润下滑得很厉害。前十落位的人被抓，然后我们有几个小弟被抓。咱们在秦都的销售网络几乎瘫痪了一大半，否则我也不会没有摸清对方的路数就急着做交易了。英林啊，这两年的生意我都交给你来打理了，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希望。坤哥您放心，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。对了，坤哥，上次我跟您说的那个项目已经准备好了。好。
我记得前两年有个类似的项目，你那个女助手帮了很大的忙。是，坤哥还记着。他现在还好吗？兵流多了，见上帝去了。哎，年纪轻轻的，香消玉殒了，可惜啊。哎，有新的人选吗？坤哥，我有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。来，坐下来。哎，林佳。到底什么事儿啊？还非要见面说？你忘了，我是禁毒大使，肯定是和戒毒有关的事了。哦，戒毒，说说看。我要办一个戒毒基地。戒毒基地？把吸毒人员呢放进一个相对封闭的基地，一边戒毒，一边生产。也就是说，在戒毒基地内，参加生产。哦，这样的话，这些吸毒人员就跟以前的毒友完全隔离了。对，这样的戒毒效果也非常的好。他们可以自食其力，也可以练就一技之长，增加他们回归社会的信心。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棒啊。是啊，我给你看看。我想在这个地方建立一个戒毒的中心，卢门岛。哎，这个想法很好，来坐下。是啊，可是我遇到了一些麻烦。哦，说说看。中。啊，魏哥，你看，这总是你们俩吃，不觉得有点冷清吗？大哥，咱们一起吃啊。没菜了。那再去买点吧，没必要。我带一个人来陪你们一起吃，我相信威哥肯定会夹菜的。进来吧。小佳，你怎么来了？他们说你想见我，我就跟他们来了。副使，我见我妹妹平安，我很开心。我谢谢你把她带过来，现在把她送过去吧。哎，魏哥，你们兄妹俩好容易团聚，就这么让佳佳走啊？佳佳，你就住这儿吧。啊，住这儿？你放屁！走，哥送你回去。我让他，这是坤哥的意思。再说了，雷都在外面等着你呢。大家都是自己人，坤哥怎么会为难佳佳呢？我房间都给他准备好了。来，进来，进来，佳佳，进来看。就是这个条件，不过已经是这最好的房间。这里，我犯了点事儿，不是什么大事，你别担心啊。什么是大事？贩毒还不是大事吗？你怎么会觉得我贩毒呢？到现在还骗我是不是？警察都已经跟我说了，我要你亲口告诉我。警察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佳佳，威哥也是希望你在生活上能过得好一点。你闭嘴！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你是不是也贩毒啊？上次咱们见面，你不是不知道我哥在哪儿吗？骗子！你们都是骗子！为什么我最相信的人都骗我？佳佳，这个不怪小杰，是我连累了他。我现在不想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
喂，郑夏。哦，明哲，我已经跟雷局汇报过了，雷局非常非常支持。啊，他觉得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啊。可是你说那个承包一个海岛去建基地的这个事儿，啊，这个不在雷局的职权范围之内，好像帮不上什么忙。我觉得你要是想尽快让这个项目顺利开展的话，你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在附近的山区找一块地方啊？那里风景也优美，空气也好，你不觉得这样更合适吗？哦，罗门岛的那个位置啊，是我精心选择的，我不会换其他地方的。我知道你这个人呢，做事一向追求完美，那真的很抱歉，那这次我们是帮不上你忙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再想其他办法。好，抱歉，再见啊。大概七年前，我参加了一个同事的聚会，在聚会上有人吸毒，我就好奇吸了一口，谁知道那玩意儿一吸上，根本戒不掉，然后我的心思就没有放在工作上，钱吸没了，公司也就垮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可以帮你戒毒啊！没那么简单的，我戒不掉啊。还答应我戒烟呢。那现在呢？那个副手把我带到这儿，还不让我出去，他们想干嘛？这些都是老大的秘密，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空哥，他想通过你控制我。为什么要控制你？我们毒贩的手法一直很隐秘，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的手下全被警察抓了，就我一个人逃出来，老大能不怀疑我吗？那他们会不会对你下毒手？他们既然把你带过来，暂时不会这样。佳佳，我宁愿他们把我杀了，我也不愿意连累你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佳佳，就是一无知少女，把她弄来干嘛？放走得了呗。她已经知道这是咱们大本营了，还能放她走吗？再说了，小姐，以你这么聪明的脑子，你还不知道为什么把她困在这儿？难道是因为威哥？哼，盯住他们兄妹两个，这可是坤哥的指示。真凶，来。这里面啊，都是女孩子喜欢的东西，零食啊、咖啡、奶茶什么的，给罗家送过去。你给他不就完了吗？干嘛要我送过去？看看你那怜香惜玉的样子，你跟罗家关系不一般吧？多接近他，
才能更好的控制他。啊！小姐，我给你带点吃的。不用。吃点吧，吃点好吃的，心情或许能好点。放在那儿走吧。佳佳，你要是心里不舒服，可以跟我聊聊。我们俩没什么好聊的。小杰，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相信你，你还有什么事儿骗我？佳佳，有些事情我也不得已，你好好休息吧。陈书记，杜总，来来来，快请快请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特意赶过来。没事没事，有什么急事吗？哎呀，说实话，这点小事啊，本不该麻烦别人的，可是这个事儿特别着急。那您就快快说呀。我的儿子。哦，他不是在波士顿吗？是啊，他一直是边上学边打工。他拿的是那个 F1 学生签证，出去打工是需要申请的。是的，如果没有申请就去打工的话，这是属于违法的，可能会被遣送回国。哎呀，杜总啊，我儿子呢已经通过了申请，可是根据规定呢，学生每周打工时间不能超过20小时。上个星期呢，我儿子打工的那家公司的上司呢，想要开发一个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，就征求了他的意见。然后呢，我儿子呢就帮他搜集了一些资料，也提供了一些建议。无偿的，纯粹是帮忙。可是不知道什么人举报了他，说是他给上司做事，也属于打工，这样我儿子的工作时间每周就超过了20小时。对呀，这样就违反规定了，他的签证有可能会被取消的。哎呀，本来再过3个月，他就能顺利的毕业了，而且呢，他已经有心仪的公司向他发出了邀请。如果为了这点小事儿，这孩子的大好前程就被毁掉了。我和我太太呢，对美国那边情况也不熟悉，而且事情特别着急，所以我就想到了杜总。这样吧，我请美国最好的移民律师为您儿子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杜总，有希望吗？放心吧，陈书记。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杜总。哎，对了，这个费用要多少？我现在就给你。这么点小费用，您就别跟我客气。哎呀，杜总，那可不行，你不能让我犯错误吧？嗯，好，好，好，那么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办了，费用以后再说，好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，杜总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。佳佳，来吃，多吃点。我听威哥说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。佳佳，这都是你爱吃的菜，多吃点。没食欲，我先回房间了。
奶茶。这两天总感觉浑身不舒服，喝了奶茶就好了。小姐，这奶茶是谁给你的？王小姐啊。奶茶是不是你给捡来的？是，哪儿来的？师傅说让我回家家了。文哥的意思，那肯定是戴林让你干的。文哥不点头，谁敢呢？阿拉伯茶。阿拉伯茶是什么？产在非洲，效果跟海洛因差不多。海洛因！我他妈弄死你！弄死我，你和你妹妹都得死！那我先弄死你！你我小杰谁不嫉妒啊？坤哥把奶茶给佳佳，是因为他把佳佳当自己人。离别了亲人的身影，留下了一腔豪情，为了白发老人晨练夕阳无限好，为了每个孩子美梦中静悄悄，无论人生有多少的痛，无论岁月有几度峥嵘，站定的脚跟绝不动摇，情会永在我心中照。笑看祖国换新貌，黑恶毒枭一一尽扫，我当警察我自豪，血染红彩的钢铁汉，一人当下万众傲。